我今天来到这一家公司，体验一下当这边的员工。然后我有修图，有当客服，还有直播。但是没想到他们是这么累的，因为他们一个人就有三台电脑，然后可能跟超级多人要同时聊天，然后也不能生气，需要很耐心，所以这个让我非常惊讶。我们公司的话，现在是留下来有40来个人。就我们整个政策的话，你像比如这个春节期间双倍工资，另外每天补助100到150，另外我们一块吃这个年夜饭。我是河南洛阳人，然后今年是第一次来义乌，然后因为疫情的原因，就是会选择留在本地过年。